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追踪我们的频道，也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是不是很可爱呢？因为我的同学都说我长得很像米豆子，所以我今天要来做米豆子配色的指甲。那我来教你们做吧。先在每只指甲上涂上护甲油，在大拇指上用纸胶带贴一个十字，涂上红色指甲油，在指甲油干掉前把纸胶带撕掉，用彩绘笔沾一点红色指甲油，在指甲中间涂上正方形，在剩余的空白处涂上粉色，在食指涂上粉橘色，在中指涂上暗红色的，贴上适合的指甲贴，在无名指上涂上淡粉色，撒上适量的贝壳粉，小拇指涂上淡粉色，贴上纸胶带，再涂上深红色，在指甲油干掉前把纸胶带撕掉，这样就完成咯。耶，我们做完了。我自己觉得很可爱，然后这边是米豆子，然后这边我是故意做跟它相反风格的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那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做自己想要的图案，在自己的指甲上面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我有去忍者工厂玩，我对于那些体能的不是很厉害啊，所以就会一直卡住，然后他们就站在旁边一直看我。然后你知道我爬到最上面那一关的时候，因为我有点怕高，我不敢跳下来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请那边的那个大哥哥，然后他就把我抱下来，结果我好像认识我的那个就站在我旁边，我就觉得很丢脸。后来他们就来问我是不是中学头条之类的，然后我就说嗯对，然后我就被认出来了。那你怎么讲说我是中学这已经够尴尬。